大家好啊，欢迎来收看我胖辣的游戏时间。那今天，我跟黑暗两个人一起来玩这款赛车游戏，叫《极速快感》。那如你们所见的，这个游戏非常的不合现代逻辑。这里的人呢，都生活在车子里面，一直都生活在车子里面。有没有看到？不管我怎么做，不管我怎么撞。他就是不肯下车，对不对？黑暗气囊也不会喷出来。对啊，他们永远都是生活在这车子里面，而且更不合逻辑的就是，一台车就能把加油站给撞爆，还送警车甜甜圈可以吃啊？是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好吧，但这游戏主要就是追求快感。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来请我们的黑暗来开房吧。来，不是我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开始要先玩逃脱。好，那我来开。我来开，哪里可以？对不对？逃脱，哎，那就参加这个好了。私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热情群组。可以，我接受到你了，好，很接受。然后这游戏不管怎样，永远都是生活在车子里面。你拉屎，或者是想尿尿、小便、吃东西，还是想放屁，永远都在这车子里面，非常不合逻辑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他们不用睡觉吗？对啊，这些夜间少年。然后这是我的车，那黑暗他呢？因为也算是一个超级老手啊！你看这台非常非常他喵的变态车 ，S 级的 ，S 级的。好了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地图，好吧，看了我知道你选什么了。我大概知道我做了什么蠢事了。看，我可以做三秒喷射。你看啊你真的是，这台车真的是变态，买到一个变态车。变态车，我没觉得，我跟胖子接吻了。哎呀，脏，我跟胖子接吻了。那好了，那个 S 级任务就交给你了啊。S 级任务，对啊 ，S 级任务就交给 S 车了啊。我给 S 哦，他不是很 S， 他是很。很黑，很黑，很暗，很黑暗，黑暗。等吧，我还没下回啊！我被抓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，胖子的屁股只能被打一次。不，等一下，冲！等一下，只能被打一次。对啊，康纳，我都知道你做了什么傻事。他秒的，只能被打一次。走吧。老板 ，no， 平民车被我从这里撞一下，都从这里撞飞好远了。好吧，这些胖子没有瘦子，哎呀，你看啊，这真的是很不合逻辑的游戏啊！哎呀，我没有撞到你哦，不，我没救到你啊，我又被抓了，好吧。哦，这个路太窄了，我必须。出来了。沉甸甸哦，有没有中枪？没有中枪。为了开后照镜而去撞到那个前面的杆杆。不用开后照镜了，直接冲就是了。他们不值得让你照。为什么全部都挤我一个啊？这里。康纳，小心左边、右边、第四带都有。好，我现在有点忙。哎呀 ！Oh no！Oh no！ 这是零的转移，不要！我真的转移成功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选错地图了，抱歉各位观众，让你们看到非常触目惊心的一幕。啊，离开，我们重新选一个。你居然输了 ，OK 的，我答案就是 I can fly， 我愿意投降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。我看一下我们刚才选的那个。团队公开，那等一下，应该要有 C 级逃脱吧 ？C 级逃脱，好 ，C 级，那我们就来 C 一下。太久没玩了，说真的。C 级在哪里？哦，找到了。Stop， 等一下，我还没按好，等一下。
我先退出，我先退出。啊、我刚刚才找到了一些，你懂的。不想懂。好，我退出了。好，预备，预备了。邀请群组。好，好，接受。好，这才对啊。好，这次我学乖了，永远都是 C 级先开始哦，为了要先练手感。对，当然呢，我也太久没玩了。对啊，手感没回来，我们稳死了，绝对。因为马上就跳 A 级嘛，你还问为什么？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了。好了好了，也描述已经倒数完了，要开始了。嗯，想看看我冲三秒的喷射吗？你不要是现实的放屁就好了。这是放核弹，你看三秒喷射。你这个作弊鬼啊！每次都把我丢在后面。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照老江湖规矩。情况确认，进入三级警戒，进行追捕。进入三级警戒。又三级警戒这些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台湾配音的。哎呀！可是这应该是台湾配音的吧？应该是吧。耶、yeah, ！我闪过你了，怎样，胖子？怎样？屌我啊！屌我啊，笨蛋！我就屌你！喂！喂！神似的甩尾！喂！我挂！杀猪叫！这样，一只喂的一声就挂了。这是一只猪被杀的声音。那这是很多猪被杀的声音。啊！猪杀声音。对，我喉咙弄得好痛。当然啦。哎，看了，我连续没撞到杆子。看了。啊？什么？我终于不会让我这样的“喂”的一声，终于不会喉咙痛了。我练了好久。我练了好久。哎，你终于练成了这个《葵花宝典》绝世里面的绝，这个该怎么讲啊？这个杀猪声，哎，人家是狮吼功，但我们这是猪吼功。猪吼功，猪吼功啊！我们正好进入另一个路上，我要开始，我要零个转移了。零的转移，零的转移，我又要转移了。你转移的太快了啦，你还转移？哦，我不转移，我不转移，我漂移。你还漂移？我砰的一声，我送他们吃甜甜圈。我不会被你们抓的，我不会被人抓的，你们休想。前方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，将他追赶。耶、yeah ！我就知道我办得到的。漂亮，宝贝。Perfect。对着警察拍拍屁股，然后我们就快点冲。哎呀，平民车你能让我什么东东的？害我打滑了一下。喂，怎么了？人家我在开实况，你不要在那边闹。然后加油站就爆了，这个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会发生的。对啊，爆的那瞬间会给你看一点小小的核弹爆炸来说，蘑菇雨。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忘记转弯了，没关系，来得及的，来得及的。哇，冲太快了！哦，十二直线加速飙到350，太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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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！ 啊，让我过去，我一定要挤过去，太 perfect。他们设置了路障怎么办？路障算什么东西？我只听过智障。好吧，我知道这是勉强笑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请他吃甜甜圈，顺便送个 MN 给他吃。